妈，我回来了。我的乖儿子，回去你回来了，你吃饱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妈，你吃饱了吗？还没有，还等你啊。你看，我准备你喜欢吃的。哇，妈，我今天买了一份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礼物？啊，这是很特别的蜜糖。哇，乖儿子，真有妈妈的心啊。妈，试试看。小蜜蜂的蜜蜂里含有17种不一样的氨基酸，相等于加15的非冠化物活性成分，能够有效的消灭肠胃及肺部的不良细菌，增强免疫力，让你身体健康，活力充沛。小蜜蜂带给你们健康，有家的感觉，还有亲情的甜美。